爱感恩科技届满5周年了，带你一起来了解每一项环保产品，不只是智慧的研发，同时啊，也是每一次赈灾的坚强后盾。台风地震后，慈济人总是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除了要照顾受灾民众，了解灾损情形，往往途中一个不注意就容易踩到尖锐物而受伤。遇到这种情形，大爱感恩科技就提供了解决办法。底部有受过欧盟的那个防穿刺的侧叶，所以能够到112公斤都不会被金属所穿透，那可以提供给志工在赈灾复位的时候有一层保护。一双看似简单普通的运动鞋，就是为了保护双脚而研发，并且还具有防泼水、防滑等功能。不仅鞋子有贴心设计，连赈灾用的毛毯都蕴含着大爱感恩科技满满的爱心。灰色环保赈灾毛毯呢，除了提供给灾民爱跟温暖的复位以外呢，我们也想到说，其实我们去赈灾的志工也是非常的辛苦，那希望在赈灾的过程里呢，我们志工也都能够平安与安全。提出拉杆迈步前进，太阳能背包具有 USB 插孔，提供手机紧急充电。大爱感恩科技总是在思考要如何帮助志工在面对各种不同的环境成为最有力的后盾。大新闻冯丽群，好，台北报道。